哇、哦、阿伯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神秘洞呢？对啊对啊，这不是咱顶个行的外埔神秘洞吗？我完全没有印象哎。你看那个可能是哎、欸，我记得好像是不是两年前拍的啊？哎、欸、跟那个水松崎嘛，对不对？我、哦、这个招财公司在啊，我觉得我讲在今天就只有我们两个游客。我是觉得是把那个有可能把客人拿掉。哎呀，200公尺好不好？这么好，即将抵达你的目的地，在你的左手边。到。哇，又来到这个地方了呢。对啊，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呢。这边我看到一些大规模的攀登，你看看。哎。真的嘞，哎呀，这是这个风太过去变安尼吧？这不太确定嘞，但是看起来好像是，好像不是的。哎呀，所以说，不知道有没有观众也记得我们上次介绍过的这个外埔神秘洞啊？对，你还记得那次我们的新的感想吗？这里，我跟你讲，上次我们的新的感想，你忘记了对不对？就是这个洞而已。啊，所以这样呗。你要不要跟大家说明一下，为什么我们又来到这个地方了呢？因为好。自从我们上次介绍这个外埔的神秘洞之外，你知道后里也有一个神秘洞吗？你看，其实说哦，这附近嘛，那神秘洞好像四通八达。对，阿水到底有没有四通八达？好，我觉得要怎么证明一下呢？啊！蜜蜂，蜜蜂，蜜蜂！哇，阿伯，哎，刚刚这有点意外啊！哎，对对对对，你这个招蜂引蝶的男人。不过阿伯，在我们出发之前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就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支 Insta360 最新出的 Insta360 X4 啊。所以阿伯，我记得你刚刚说到什么探洞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我刚好，是不是没有人比这个要更适合探洞了？对，其实拿这支最长的这支来探洞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大家 demo 一下，这支要怎么来探洞有没有？哦，哇，哇。我们后置再去看有没有，他到底这样子拍到多少东西有没有？我们回去一看就知道了。嘿，阿凯西，辣姐，辣姐，你刚才在做啥无？嗯，在做吃瓜辣锅仔。哈哈要听得懂的才听得懂。我原本是想说，但是我们要是一个健康的频道。然后我也想跟大家说，有没有这个是可以探洞打勾，这时候有没有它一个功能？就是有朋友任何肠胃不适，不知道有没有堵塞的时候，也可以用类似的。是啊，照微镜不用找别人，自己来的。我看看，那请直接上路好了。OK， 够了。哎，三二一，对标对标，棒！太怀疑啊，对标啊，对标吗？新的360虽然它有那个蓝牙麦克风的功能啦、啊、可是齁，因为我没有蓝牙麦克风，所以齁，我们还是只能土炮对标啦。哎呀，好了，那不管了，我们先往我们下一个目的地出发，有没有？那一矿埋下给它水东西，它有没有放水？如果没有放水，我们就继续走。谢谢，再联络啦。哎呀，够够啦。哎。穿过这条小路之后，有没有？我们就会来到我们的水冲旗。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水可以拍啊？十之八九，我是觉得那个几率很低啊。快点钓，一碰水，我跟仔仔相亲的几率比较大了。哦，高了高了高，水冲旗哦。哎，哇吼！我觉得啊，这没有办法啦，今天行有可遇不可求嘛，对吧？哎，没关系，想要看到水冲旗有的喷水的花园没有，请看我们的上一片。所以啊，我们还是专注在今天的行程了。对了，我们还是出发找我们的神秘洞去，行。哎，不过阿伯，在我们找到神秘洞之前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刚刚阿兰是不是先来去吃一碗好食的啊？这是我帮你准备一点，有没有？后里隐藏版的在地美食啊。这个美食好，非常适合介绍给刚刚去跑力跑赛车的人，有没有？咱们讲啥？那今天讲十几面的就好了。而且好，边啊够直接后里超 local 超在地的饮料，豆豆茶饮，哎，这一讲在地还没有那些连锁加盟店，其实大概有零在地跟豆豆茶饮的。哎，那非常不明显啊，这款，你讲，在左手边啊，这款呀，我看到，好吧，你看到这里这里，哎嘞，加茶呀，哇嘿，哦。看棒子被磨一下，对对对对对，就在这里而已，有没有？哦，哦，喂，我刚刚你讲这个吧，嗯，先把这非常不明显，嗯，其实他连字都不见了。
来来，我跟你讲，哎，粤美招牌石井面有没有？你就一定要点它的招牌石井面嘛，有虾啊、辣啊嘛，够地瓜。啊你那个是不是海鲜？这我没得，没得的推荐我一种野龟苓饼馄饨大干面，转碗吃吧。哎，我彭哥，我彭哥，彭姐，我刚刚，这次诶，这样提议做诶，你唔该下赛道，这样提议做不会当诶。你以为我刚好59公斤，好，不到60公斤的，那叫你去找地，对。哦，对啊，今天八个嘴。哦，今天我够八，我骨也也没有，我真的觉得我现在测外企蹲，那个平衡走龙到货。今天啊，两个过完之后嘛，对不对？汤面分离。啊，然后直线型的 A 又混合，所以阿贝，看这个天气有没有？我觉得在我们继续寻找神秘洞之前嘛，对不对？大家起来先去林杰爱给我们后领在地的那个。忘掉，你看我准备好了吗？快点，我镜头啊，我底下呢？来，我副 A 了，要快点跟豆豆吧，就在豆豆那边。我们家的茶是有现冲四支，是你点我还用茶包现冲现泡。这个是你的清茶，这个是你的金萱。大家可以请问一下，你们在后里多久了吗？22年了。我来这里上班的时候，那时候读书的孩子，现在都已经牵着他的孩子来叫我阿伯了。我那叫阿伯是有点失礼啊。不会啦，他就叫我阿姨，还叫我阿伯刚好啊。欣然接受，欣然接受。当然，车站后面有个神秘洞。我还真的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们不用看我，我不是这里的人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对，我还真的不知道。神秘洞又名钦差郡，从后里泰安车站后方一路延伸数公里到外埔，主干线多处摊方已不能通行。但对于神秘洞的故事，其实众说纷纭，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。网络上有查到一个说法，神秘洞开凿于清代，并作为灌溉的用途，如同牌子上的说明，在地的长者也仅知神秘洞从小就有。在我们实地询问下，也确实如此。我可以跟你请问一下，你泰安火车站后面有一个神秘洞，你敢知影？我知啊。你知咧？小时候有去。有去过啊？现在它还在吗？还在啊。啊，你知迄坑是安怎来的吗？哎，这我就不知。如果讲在上地，咱不知好不好？哎呀，好个，就干净的咧。安尼我他的刚才太早付钱了。我看你的想法非常危险的。他好像吃冰了。哎，回头阿美公馆下一站就到了。哎，公谢谢你啊，公婆两夫妻来告别我。啊，先停车，先停车。结果都没收到，原来老板也是我们的忠实观众啊。真的是也没想到，而且过几天又嘛，过几天阿北就阿北，这个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粤美糖厂员工福利社嘛。哦，来这吃冰都对啦，吃冰都对啦。哦，我讲话，这个赞你啊嘞。我们刚刚那个十几面的遐有无？啊，然后豆豆的遐，啊，都连咪行过来，过来吃冰。讲实在，咱一开始车停遐的无，所以拢行过来就好啊。哎，行，直接差不多啊。今天那个后连行程就结束了。这不是病，这叫职业病，职业投手。哎呀，你有没地方啊？你大概在玩？我今日有挂防晒，啊，玩咧我懂。哎，招牌咧。哈哈哈！哎呀，我你有听过迄叫有一个神秘洞，你敢知？泰安的神秘洞。哦，糟糕了，糟糕了。大家较危险哦，诶，叫人认出来哦，我袂讲话哦。不，这是那个，而且我们轻移动的受众都是阿伯。这个时候叫阿伯，叫阿伯，刚刚那是安怎？就是英雄惜英雄。哦，哎，阿伯，行了，行了。哦，你讲头前迄个，千年张富公遐。哎，千年张富公咪头前名。哎，恭喜咱这粤美糖厂今天是一个美外受灾的，对吧？其实它里面还有一个那个百年工厂嘛，对不对？里面也是可以进去参观的啦。哎，今天其实我们就没有进去里面参观而已。所以说这个野兽就是以后有没有有点遗憾，下次再来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来是头前黑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千年大仓库呀！哇，阿伯，哎，想不到哦，不是真的是超巨的呢。
真的，我看真的是有三六零，不然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拍进去的，这个要拍全景的、啊。哇，哎、欸，最近不是很夯奥运吗？哎、欸，你会不会标枪？欸、把标枪在里面干嘛？要跟我们粉丝说说，我把三六零留在那里，洗一样的自己去拿。所以说，刚好有三六零相机，好处就是这样子啊。嗯哇，哦，你看这里、個，哎，这个地方我真的不知道呢。我来讲，这个地方还算真是蛮清幽的。即使讲你如果能习惯这种 tempo， 就是这种音调的话，哦，来见这些写礼拜，过两天上个直播你先来拜。哇，万一回要没个家啦。你看，地堡的摩天轮，哎，这里 view 这么好哦。哎，这会不会是那种跨年来拍地堡烟火最好的地方啊？哎，这搞不好哦。公哦，这个你会啦，好不好？嗯，下面跟你跨年呐、啊。对咩？我最近这两年跨年都顶名城边跨年，单身有多久就在船上跨年有多久。哎、欸，我们刚刚嘛都一路这样子，每个在地人都给他访问，有没有？看起来后里神秘洞真的是很神秘。这个连那个在地的都很少知道。哎、欸，那美食那红丸有没有？南坑的房子都是要偏那个丰原的北边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啊，你底下到底南边，所以我们才讲诶，北边要有诶防空洞嘛。对，差不多这意思啊。Insta360 的全景相机也默默的来到了第四代 X4， 也是我们现在每次出门骑车都必备的一台摄影机。至于为什么还得是 Insta360， 相比于一般的运动摄影机，在骑车时不是拍路就是拍人，路上的突发事件也因其固定的视角难以捕捉这一闪而过的瞬间，使用全景相机就可以完美的克服了这几个问题。利用它全景拍摄的特性，就很容易的可以得到一个张力十足的画面，或一般运动相机很难得到的视角，像是这种第三人称的骑车自拍，使用全景相机就真的丝毫不费力。你需要做的就只要将相机摆个好的位置，剩下的就全部交给后置软体自己去定义想要的视角及焦段。而以往的360相机成也后置，败也后置，最麻烦的往往就是拍完后还得再去寻找画面。这次推出的 X4 就针对这个问题，在后置软体提供了 AI 取景的功能，演算法会根据素材提供多个剪辑后的样板，自行从中选择想要的画面输出，完全就是懒人的福音。除此之外， Insta360 X4 的画质也在这一代提升到了 8K， 操作萤幕变大，电池容量也跟着变大，开机时间也只需要 X3 的一半。原本以为功能已经几乎顶天的 X3， 想不到在 X4 上还是能够做到让人耳目一新的升级，真的可以说是集大成的一个产品。而 Insta360 目前也正在寂寞大促销中，各种相机及配件都各有优惠。虽然这一次的 X4 并不在特价的行列，但是还是有许多趣味的商品，像是拇指相机或是夜拍无敌的 S Pro 也都可以来一探究竟。优惠详情及连结就在下方的说明栏，优惠直到9月11。哎、欸，你看一下，而且就是在泰安老街，好不好？哎呦，秀山县泰安火车站，你有见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这神秘洞其实离这老街够远啊，且很快哦，这样你啊。但是这个泰安老街，它跟那个文水老街有点接近。嗯，我希望你这种假日的这种时阵，拢无人。那店嘛，无啥贵哦。系啊。哦，我今天嘛是跟他樱花季的时阵来过的。哎。来，要看到这个桥哦，有看到那里神秘洞，它就快到了。我头拄在路看白书，那有看到伊的看板呢？有吗？我记得那看板都已经拆的差不多了啦。有，刚才好像有看到。嗯，可是没关系，我回去问360。哈哈哈哈哈！还可以啊。哎。你又快点要不？哎，这个路口它原本有一个蓝色的大扛棒，已经拆掉了，有没有？嗯，哎呀，这代表就是可能已经消失的景点了，有可能的。哎呀，没关系，看吧。好、啊，往上骑上去，哎，就到了。来去啊，探矿买下呀！哦，看这个晋峰关吃牛力啊！我这里所在，我那有神秘哦。有啊，鸟无人烟嘛。嗯，我跟印象中的你掏钱。以前的路口在这里，哎呦，哎，好像荒废掉了，哎，呦，哦，所以加得掉啊，哎，有啊，以前是从这里进去的啊，这里还有一点痕迹是写说欢迎光临家之类的，欢迎光临参观有没有？哦，哎，团体参加三万块呢，哎，系啊。
欸，所以你讲这些所在都是 Google 讲的嘛？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以前古早查到，主要是查到这里，但是现在看成这个样子，应该是年久失修啦。我觉得这个人家既然有点那种不情进去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卖给人黑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阿伯，既然嘛，对不对？咱南波都入去对吧？就看我们的差事的好兄弟能派多少就算多少。哎呀，来啊，我们成就只有到这么长。好了，那我感觉这就是这样了。对啦，不然这个东西已经超过我们的那个能力范围啊。对对对对，这可能好，可能要交给那种像这个专业频道，像英雄日常这种的。所以哦，我觉得其实，哎，你就把想象讲哦，伊讲这类神秘洞其实四通八达，位置会当探价差不多外埔遐呢。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去那个神秘洞那边嘛，对。对，真远诶，很远哦。苏方公，这个故事，我觉得啦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等等嘛是落去问看卖啊，有人知影无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反正就是这个行程有没有，就推荐给大家，又有美食哈，又有秘境嘛，对不对？就推荐给大家。嘿嘿嘿嘿啊，这里阿伯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样子啦。对呀、啊，罗马片尾嘛，对，我来请阿伯开始讲。我们这次的目的嘛，就是来测试一下我们这个Insta360最新的商品，来问你擦拭如何。对，我觉得他这次的改版一样，蛮有感的。有本来想说，擦三已经把擦拭几乎所有的缺点都改掉了，好不好？请问到底这改擦拭够卡厉害？我觉得你看，你这样两次拿好。你看朋友感是怎么看？擦拭看手机。这样子要你讲。虽然说嘛，这种运动相机越大就是有点难带嘛，对吧？对，可是它这次加大，我完全接受，因为一变大都哪里讲的，一部分它小大西哇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它连电池都给你加强。我觉得以这些改的吧，除了它画质上那些改变啊，我觉得那个性能那我们就不讲了，因为大家共轨嘛，对吧？对。我刚刚其实自己最有感的地方，你来猜哦，就是也开机时间，开机时间是吧？我们之前出去的时候，一米天天天，我讲，等等等等，等我的那个360开机有没有？开机亮，等。噔噔噔，然后大概延迟一两秒，没丢。对，啊，我们的差速哦，它的开机时间，我觉得真的比这个快了大概快了一半，就是等于是五秒变成两秒这样子的概念。对对对对，哇，这今天差就真，因为你足侪时间就是你永远看到物件，无你记咧在翕，袂靠要一个你规机。对，所以说，我刚刚我觉得我们就回去让大家自己评判一下这个画质。但是我今天我规刚刚用了，我差上侪，对我来说开机速度，我刚刚开机速度真的是哦，我没有想到说，你看新的这一代。还可以多这种功能有没有、啊、不过呢，我觉得它有一个对创作者非常好的东西，就是它其实它这个东西嘛，它有一个蓝牙可以跟麦克风做一个连接。对，但是你想前面有没有骑？因为你没有买蓝牙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有装备还跟不上这个更新的速度啦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擦拭我啊，今天如果说、你可能是擦三的话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够行蒙用啦，因为我觉得擦三跟这个画质部分，我现在还不知道嘛。嗯，就真的就是开机速度有差。嗯，但是我刚刚擦度。朋友啊，真的接近神奇了，真的真的真的，你还在用那个小小那么难按的东西有没有？然后还有那个相机画素，还有电池的续航力升级，我觉得差速真的是该换的。对对对对，啊，如果说你是还没有入手的朋友嘛，对吧？来跟大家讲哦，差三差四嘛，对不对？卖新嘛，直接差四啊！对对对，而且啊，如果说你还有差那个不是，也可以来自己试试看。我刚刚听影片最后讲这个东西，你是不是很想要 demo 看看？哇，这个钱呢？所以阿伯，我刚刚讲亚皮的话呢，我们在影片最后嘛，对，也有访问到那个，干巴的陶哥，马新蒙丢家里四五宝，对，所以我刚刚刚好，今天圆满。虽然说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洞的本体嘛，对吧？因为其实好，它那个入口处有没有都已经崩成这个样子了，而且它洞里面会不会有一些物理攻击啊，还是蝙蝠蛇之类的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对哦，所以说这个东西有没有要评估风险嘛？啊，根据我们频道的这个专业度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适合定位在吃吃喝喝嘛。所以说我是觉得这方面的话，还是交给专业的频道分析。冒不掉，我们做过太极的冒险嘛，对不对？冒险冒都不会挖出来，我有可能哦。你看你现在提黑人机。有无？鬼鬼讲哦。对啦，各位朋友们，我们来 Insta 360擦拭，对对对对，好，就算讲你讲迄原本是迄日本时代了留落来物件，对。系啊系啊，日本人的啊。哦，木之坑啊，迄神秘洞你便宜，我叔叔你便宜袂吼？啊，出来，然后边个商店？
他说也主要用不起来膀胱了。膀胱的那种。我请教一下，也是那里面做母亲的感官的那一块，因为我看当中伊个外部的生命动物是讲，伊个政府是讲会把一些东西避开，而且在吃饭关家。哎，也当然，当然太安全了。以前的下，我唔知你在边在哪具体怎样对我。即我都无啥知影，你讲外埔遐防空出来的时阵吼，也安尼步道一直行，行到阮这边嘛。啊，所以讲，以前外头一个门啊，拢已经开得了，啊，因为内底是私人的古迹嘛。我看伊门面顶讲起来讲，好像没什么，以前有开放，有人在关那边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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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哦，就只有耕作权，然后可以说明这是使用权，他没有那个社会的权益。所以我讲，他都有啦，行不一样。有这种物件是爱政府来做啊，或者属于做啊。还有那安全措施这样。他那属于做，现在做做的，我行得好啊。哎，是，我看门口是会开开的，你看那台地球啊，都把当作台湾。管路都难解决。哦，内底啊，内底没啊，你找一人管呀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因为过早时人拢去遐咧看，看到这个后边这个地道啊。系啊系啊，嗯，早车较少，拢用行，用车拢爱用行，啊，就沿个山，等下鸟仔过后里，啊，这边等下打人。这个等下鸟仔呀？系啊，你刚才？唔知。这个就是我，就从下次题目了。寻找这个秘。神秘步道，哈哈哈哈哈！一叫起来，一勇不大，一勇不大，可以啊，有机会就再去去看下。大概就这啦。我讲咱同一年，然后又刚刚讲，你再讲，我知影讲这疫情的作用安尼有无？可以防情防高粱。哈哈哈哈哈！有这样做做一个困难，做地劳做生意做一个困难。